好，那这个board面 A44，第一个它不是 range C bad board，因为你今天你这里有 A5，你有 A2，你不会想 C bad，然后被它的 4x raise，然后你就会投入过多的底子。所以这里是一个 small bet with check， 你也不会想要 75% 这个 flop， 因为第一个是你的5566不能 bet， 第二个是你的 AX， 就是你 bet 了之后对手 raise， 你会输给他很多 4x 的钱。那我们 KJ 其实就是可以 check down， 因为我们有 show down value。 我等等调个东西好。那我们现在 river 有一个 clear 的 value bet， 它一样有所有的小55到88都会 check， 然后去决定要不要 river bluff catch。 把它什么，对，所以这六六就是我们在攻击的范围，就是我们刚才那个牌面 A44， 我们唯一一个不能做错的事情就是我们不应该 big bet， 因为你只会就是把它的，你只会让它 raise 的时候让底子变很大，你的 AX 强迫面对一个更大的底子。那因为我们这个是讲解，这个六书题是不会是 flat 100%， 那我们 flat 100% 吧。然后这个讲解，然后没什么差。我们可以随便再小一点，它22:1，但我不认为娱乐玩家会在意你那么多事情。这个牌面我们可以 raise， 我们可以 call。我甩到 aggressive 的 number， 然后我决定 raise。那我这边 raise， 好，我们这边反正右边太这个底池怎么样都没差。然后65，我们这里我们 raise， 我们可以 deny 掉他的 QT，deny 掉他的 king queen。如果他这里盖牌 king queen， 啊，对我们来讲是很好的事情。然后我觉得 KK 在这个 SPR 我们一样是打光，就是太强了。那如果 call， 我们也可以 check， 然后再打啦，就是应该无所谓。那我们先看一下右边这个。A84 这里就跟刚才 A44 不一样，因为刚才 A44 是对手所有的 4X 都超级强了嘛，但这里它只有 A8、A4 跟84熟体还有4488，啊，这些 range 比起刚刚的例如 4X 占它 range 中不会占太多，所以我们是可以有一个高频率的 C-bet， 可能 60% 嘛，理论上。然后我们需要有 checking range 啊，就是除非你可以不要有 checking range， 但是理论上我们要有 checking range。但你可以不用有的原因，你可以不用有的原因是因为你那里的 C bet 对手需要 raise 可能 16% 它的 range， 啊，这件事情永远不会发生。啊，我们玩的稍微松一点，哎，我输题，我们可以 4V， 我们可以 4， 就无所谓。然后我们 5B 就盖牌，这里你可以，就算这里有 QQJJ， 我觉得基本上都可以，也许盖盖，因为我猜低级别没有人会，那他这个可能还好啦，他这个位置可能还好，因为他可能会 jam S King， 但是如果今天是button 的玩家，可能不会 jam S King， 所以就是你可以注意一下的 S King 跟 AA 怎么打，因为理论上你的 QQ 跟 S King 要有足够的 pot odds， 是要对手要 flat S King。他平跟他的 S King， 他平跟他的 AA， 然后卷他的 S King， 然后这件事情很多时候不会发生。红包桌基本上 limp 到你，你都是 limp， 因为他跟 MTT 的 limp 不一样。他基本上 MTT 的 limp 是你花一 BP 去看底池嘛，但这里的 limp 是你花十分之一 BP 看底池。12可以 dunk 啦，但是五位玩家我觉得不太好，也许可以 mix in check raise， 什么时候还不错吗？我们可以 check raise 一些 10x， 一些有带 10x 的牌，然后一些梅花，然后我的10梅花刚好 block 了这两个我会想 check raise 的 combo， 然后22 block 了 value range， 所以假设我这里假设我有 KJ， 我 raise 了 KJ， 那我 turn 我 hit 到的时候我就有这张，或是 K10 啦，
我就会有这样十枚花可以当做我的炸虎 combo， 就是它能在例如我的 K 十跟十四梅花中牌的时候补助我的 bluff。六八三没有 leading range 吧？我猜。其实我有点想 fold。然后我们 raise 19，然后在 turn 的话，我们不能去 bet 太多。我觉得我手牌其实应该要 check 蛮大一部分19的，因为因为我有75，但我没有75，我有一些75没花，但是因为我手上有这张十 club， 所以 whatever。我们现在 check river， 我们什么都没中。然后这张 J 也不会帮我们的75，不会帮我们的45，所以整体上我们的 range 不会 improve 在这张 J。那我们就是得依次依每条街放弃一些 bluff。我 check raise 之后，我就会先放弃至少没有没花的牌，只是我那张牌我还有机会去 bluff 没花 river。然后我们3B44，这个是一个低频率的3B1，但我就是说我今天打的比较 loose。他这里他冷4B做了一个26，你们可以看到我要补是 8BB 才可以扣这个 4B 卡。基本上我们可以 fold 所有的东西 ，Jam S King， Jam， 我们可能只抵抗 S Queen 吧 ，S Queen 输体，然后 Jam S King，Jam QQ，Jam AA， 就他这个 size 他会，就他如果4B 这个 size， 然后他要盖牌。他就会很亏，就是他如果4B到20BB， 他会少，然后他要盖牌，他少输6BB 嘛，所以理论上那种 range 都会比较强。QQ 5基本上是 small bet 5 check 不，如果今天是 VS button， 我们可以 range bet。那我觉得 VS UTG 实是一个 mix， 就是你可以 small bet， 你可以 check， 然后我塞到 aggressive 的数字，所以我们。他 raise 了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 size， 理论上这里他应该要，他如果真要 raising range， 他要 raise 到21吧，然后他 raise 到28，我觉得他基本上就是有 Q。我们 exploit 的盖我们的牌，我完全不觉得跟住有任何意义。我身上有一坨拉库的 range 太强，就是可以扣他这个 size， 然后他理论上的 bluff 应该要是小对子。但我觉得我也想不太到有人会这样子做。这里 A63 一样，我们也有 checking range。然后我觉得，假设我有 A5 其他花色，我愿意 check。但我们有 A5 爱心，我们觉得 C bet 比较好。K72就是可以 range C bet 的布。然后 A5 为什么会 C bet 比较好？是因为它有更多的 outs 可以承纳。A6 理论上我们可以 mix 进 over。但可以不用打那么辛苦，你可以 overbet check river。如果今天是7 club， 然后2 spade， 我会更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这里，我们右边选择下注，那我觉得好处就是我们照大底池在我们真的 hit 到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能够有更大的 SPR。这种叠牌布面理论，我不觉得好，我感觉不会去 split 我们的 range 到 all in 了，也许会，但我不太确定。因为这里还有他 raise flop， 所以我不敢肯定。2.2 跟 2.5B 有差很多吗？基本上没差，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 size 就好。我这里我 overbet， 我觉得他的 AX 会盖牌盖的太多了，我不想要他盖那么多。这里非常有趣了，这里我们55可以，我不太想要在这里有 check raise， 就太多的 check raise 啊，所以我应该就 small bet 我 check， 然后 check 的话你必须得平衡进一些 check raise， 然后我会觉得55就是一个还不错的 check raise combo。那在 turn 的情况下，我会。我不会介意去 double barrel， 然后去 bluff 一些 run outs。
为什么一定要背五五再 turn？ 因为你 river 假设是 K 的话，你的牌会，你的 range 会全部都 hit 中，假设 turn K 或是 turn K 啦，所以你需要去背这些小对子，让你在开高牌的时候，你会有足够多的 bluff。那我们就 check river。我们现在得放弃 river， 因为我们现在也有不好的 blocker， 我们 block 五六输体会 fold 给我们的 raise， 然后他连七六 club 都不 bluff， 所以你可以永远不 check club 这个 river 啊，这七六不 bluff， 我已经不知道他要 bluff 什么。我觉得他有五五，他都也许得去转炸胡这种，这个可以 raise， 可以 call， 我们就 check club。然后在这个六 round out 的下，我们的手牌理论上我们要打到我们需要的价值。那这边会有一个小小问题是，你要有什么炸胡？你这里如果你真的要让自己有足够炸胡，第一个就是 S Queen 嘛，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要把你的4X 或者是你的小对子转进炸胡，在你例如你的顺子到了，你的花也到了的情况下。你需要把最底端的范围去转，就可以想象成，越多牌中，你就越多牌要转炸胡，啊，越少牌中，你就你那些底对那些小对子就可以 check 越多，因为你的 value hand 不会太多。那我们塞到 check， 我们可以 KJ6， 我们可以 range bet， 可以有 checking range， 我猜都无所谓。This star size C bet， 我们可以 check call， 我们可以 check raise。我没办法想象他 bluff 正确，他这里超级无敌难 bluff 正确。但我们的神就是 easy call， 然后希望他能他有 K 十 diamond， 然后 river 开 diamond 吧。所以我们讲 raise turn 然后 win river， 但我觉得很不好，因为我们手上是 A 7，假设没有 QT， 我们也许可以 raise turn 然后 win river。啊，我觉得他的 range 太难有正确的 bluff， 然后他的 king queen 连 value bet river 都不敢，就是低级别大家都不 value bet river 的情况下，理论上大家都应该能获得无敌多的 EV， 因为当你有牌的时候你会去做 value bet， 但当对手有牌的时候，对手会少赢你很多。所以光这点就是低级别，就是就要从低级别盈利，就会是相对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因为所有玩家都打得非常非常的 neat， 但他们又会 call wide。K9 基本上我们可以 C bet 啊，这个牌面虽然看起来对 small blind 很好，但是因为我们有输入的 offsuit，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思考方向是，你在 river 你会有多少 nuts， 然后基本上是我 T 跟 J 我都可以有 nuts 在 river， 所以我们就可以 C bet 更多，就我们可以向底池投入更多，那我们 check。低级别比较黏，就是这个酒吧我不觉得会扣太多。我觉得他的七可能都会 dunk turn， 然后他的 two pair 不会 bet 这么大，就是蛮多 read 的，就是。他那个 size 他只代表 7x， 然后他所有 bluff 都会 bet 那个 size， 他应该要 small bet 的比较他的 range 大部分应该都是要 small bet， 但是或是半 pot， 但是我们这里还是玩的相对 standard， 就是我觉得我的牌应该要 check raise， 我们就 check raise。那我会 check 这个 turn， 我们没有任 P 到任何 equity， 只是也许他们 big bet 之后他们的 range 都很强吧，我不太确定。我们自己尝试把他的
我不知道奇怪的东西打干。他有 flow 需要给他吗？因为这个网站会是我们目前的规划是，我们会以现在这目前我们做的教材的延伸去做，所以就我们想办法。做一个，就是我们目前的教材的进阶观念了。因为其实我们的教材说深，老师这样也没有很深，但就是很多非常非常基础，但大家都不知道的事情，可能也没有到那么基础啊。就是一些我觉得最重要的核心观念，但我们就没有。我们在现阶段的教材是没有带到，例如 3B part， 例如 Big Blind Check Race， 例如Delay Seabed 等等的内容，就是完全在讲 range， 在讲你该如何思考、如何学习等等的。假设我们 A 课我们可以 Better。我觉得我有一点点的 show down value， 然后，我不太想去 bet 的原因是因为我们 bet 了 river 开 club， 我们没有说是一个超级 clear 的 value bet， 是个 value bet 啊，但是不会是一个超级正 EV 的 value bet， 所以我会选择 check turn。假设我有 J club， 我 bet turn， 然后 river hit 到 club，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 value bet。就这是你在 barrel turn 的时候，其实蛮多时候你要去想，就是你今天在 bluff， 不管你在 bluff race， 你在 double barrel， 你在delay bet 等等的，假设你今天能背一个你成牌可以明确 value bet 的牌，会比你 bluff 一个你成牌你会变 showdown value 的牌好很多。九九我们可以直接 fold。VS UTG 我们可以直接 fold，VS 三分之一需要抵抗 ，VS 小 size 我们可以不抵抗。然后82对我们 range 算还不错，但没有到非常好。理论上我们的 C bet 需要被 raise 大概18-20%。那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 flop bet， 不是 C bet 啊 ，flop step。这件事情。就不可能会发生，所以我们就可以 step， 几乎就我们可以 step 更多的手牌，然后 bet 更 thin， 然后 bluff 更宽，因为你永远会有你永远有办法去 realize 你的 equity。这里有一个玩家3B 30%， 然后3B 大 size， 我就不太喜欢扣，但是我也喜欢 4B。我不觉得 K4这手不觉得有 bluff， 其实可以有啦，但是我不太觉得。啊，我不觉得。啊，这里我就会做一些比较。后面会经常直播吗？不太确定。这个就是我觉得可以 over big bet 然后 over bet turn 的手牌。干，理论上也没什么 checking range， 他 check ATO， 他 check AJO， 然后 mix 一点点的 S King， 一点点的7788，一点点的 A5 spade 进 check fold。然后一些 S Queen King Queen AAKK 进 Check Raise， 我不太觉得真的有人在这里就是拿到 ATO 会第一个直觉会是 Check， 所以我不觉得我太多的 Fold Equity。然后我觉得这很像什么7788 S King， 我觉得自己永远不会看到 AJAT 了 ，King Jack 更不可能。我猜是 A5 7788之类的，对啊，
就是低级别的 checking range 就是很智障，就是他 check 理论上你可以背两条街把它打干，但他们有时候又很黏，又不会想改盘。但你的好处是什么？你可以 value bet 很 thin， 就是这一点是你绝对可以做到，就是他们没有在 protect 他们的 value range， 你可以 bluff 的稍微宽一点，然后 value bet 稍微thin 一点。因为你不会，而且你也不会什么 bad bet， 然后 river 你 bet 他 raise， 或是你 check bad check， 然后 river 再 bet bad check raise， 不太会发生。我想 sim bad bad river， 因为我在这里不会被足够多的东西 check raise 我。Thank you。哎，我二到两百。快一年多吧，如果从一开始打牌啦，但我前面就在耍自在，就前面就没有在学了，就是瞎打。我们可以 mix in race。未来会直播吗？要偶尔吧。我们选择把我们的四三转进炸锅，我觉得不会很差。我们有蛮多好吃的，也许低级别 fold 不够多，不知道。你这里你可以四三，你可以想成你 check， 你不能扣任何 river， check 掉你又几乎不会赢。那我们有 AA， 在这种实牌面，我们就 fast play， 希望还有 QJ， 然后跟我们打光。我们输20美金，但我们才打500手，就是，这种 result 没有意义。但我们可以看到，整个 pool 就是犯一堆超级明显的错误，然后。他们每一个你看到的错误，假设你没犯那些错误，你就会赢下。就他们犯错的时候你赢钱嘛，啊，你没犯错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赢钱，那长期下来就会有一个很巨大的gap， 25到100 200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没有那么难啦，就是你对扑克只要理解好一点，然后你在做对的事情，基本上没有那么难，就整个破就是犯的错误太多了。你只要开始不犯这些错误，你要从低级别到中级别是非常简单的。应该说整体而言，低级别到中级别就是很简单的事情，但中级别到高级别就会变很难，因为低级别没人在学习，但是中高级别就会开始有那种很多人花很多时间在学习，所以你面对到的对手就会差非常多。好，那我就先关台了。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我们大家晚安，拜拜。